哎呀，别抖！老娘天生手抖，来，上杆打饭。Oh no！ 打不打呀？干啥呀？我不抽烟。给你老公抽好了。那孩子也是，我不抽烟，太实在了。来，打饭啊，打饭啊。等会儿啊，看你都这么瘦了，你看你这两天，来再给你夹个鸡腿啊！哎呀，来吃吧啊！哎呀，不够再来啊！好。还是这姑娘上道，你看着还太走心了。哎呀，这要是天天有人这么给我送，那我不是发了呀？哦，下一个我得暗示他。哦。来，打饭呢？啊！咋了手？咋的了？那只手也抽开了，杨家风放了。Oh no！ 一点没有业力劲儿。快点打饭！哎呀，真是！再来点，没了，下一个。Oh no！ 赶紧的。男人的一个，你说是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还没有人家刚才那小姑娘呢，真是。哎呀，你咋有鸡腿呢？还那么满的那面。嘿，二平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送了他点礼，他就给我打这么多，还给我加了个鸡腿儿。送礼就能打这么多，还有肉吃？那我也没钱呀，去哪儿卖礼品？有了，那什么，你先吃吧啊。这二品一天神神叨叨的，好容易吃了。打饭啊，美颜好抽吗？哎呀，好抽是好抽，但是我老公好像快抽完了。Oh no！ 没事，明天再给你买一盒。啊，那来。再吃点啊。来打饭了啊！ Oh no！ 太逗，你等会儿。来，哦耶！这小名叫铁炮是吧？哎呀，这孩子也是太讲究了。那什么，长小玻璃，不长酱液啊。哎呀，这孩子呀，真是我不要！哎呀，不要！哎呀，打饭！这孩子还打啥饭呢？那，都拿去吧，都是我的，都是你的啊！还有里面还有好几个鸡腿呢，全让。哎，这孩子终于是上道了哈！哎呀，够吃吧，给你点。哇，二平，你这送礼了吧？肯定送了。很大的礼吧？哪有啊？这么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我送了他一盒烟，就搁那垃圾桶旁边捡空盒子，然后还有那红包，那红包是我那个大姑家儿子的孙子结婚的时候包的那红包，啥没有？二平，这是空手套白狼呀！这怎么叫空手套白狼？这咱们呀，就得阻止他这个歪风邪的，是不？那你想啊，你今天送他个礼，他明天就还要，他后天还要，是不？那就是得寸进尺，他不能让这种现象延续下去，对吧？嗯，吃饭了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是的，你是又是烟又是红包的，哎呀，这孩子也真是太客气了。这怎么这么轻啊？这包？啊，空的。Oh no！ 也是空的。哎呀，这被套路了呀，这是。哎呀，看来以后呀，不能乱收礼了，还是老老实实打饭吧。
这家味不错是吧？嗯，好吃啊。来吃吃吃吃吃。哎，这确实味道不错，得多吃点儿。哎呀，今天这些菜也真是合我胃口啊。嗯，不错不错，来喝吧喝吧。来来来，干你要说咱这哥几个这么多年没聚，就那小本这上次离婚了现在干啥去了？哎，不知道啊，管他呢。我听别人说他下没腰去了。好像是吧。那天我还在街上看他要饭的嘛。是的啊。哎呀，差不多了吧。嗯嗯，那咱们结上吧。哎呀，我有点醉了。喂，不上酒力。哎呀，喝的有点多。哎呀，上头呢。好晕啊，我没钱，我没钱。啊，知道了，那马上要就到，你别催，知道没？啊，那没事，我过去啥事都能摆平。啊，你相信我。你们一个一个都别装了。你们还没点菜呢，这都是上桌人家剩的啊！知道。上桌剩的。对啊，你们还没点菜呢。这三个都什么人呐？吃别人剩的还不想结账，都是什么人呐？还心怀鬼胎，一个一个。你这味儿有点大呀。哦，那啥，大哥踢足球的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妈呀，上头这玩意儿。哎呀，那啥，你用力点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味儿有点太重了。那宝贝儿不行，咱换个人。大哥，哎呀，我也想换，但是这条件不允许了呀。咋了就不允许？那哥也是良家虚的人，是不大妹子？你看你换一个。大哥，不是我不想换的，你看看这边，我们这技师都给你霍霍完了。那就你按吧。按哪？用点力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哎哎，老妹儿，哎哎，这有那么大味儿吗？Oh no！ 就这么点钱，年也过不起。哎，这得想想办法省点钱过年呀。哦，哎，有了。服务员，哎，你家水免费不？免费，免费，你给我倒一杯呗。哎，好嘞，请稍等啊，快点啊。来，先生，啊，您的水啊。啊，还要一些别的吗？啊，一会儿再说，你先走吧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哦。好久没抽烟了，抽根烟吧。哎，中午吃这儿，一会儿抽到这儿就行了。哎，刀仙儿，灭了吧，中午再抽。这攒了十天，终于攒了1000块钱。哎呀，终于能好好过个年了，不容易呀。哟，呀，蓉蓉呀，啊，干啥去啊？这是，这快过年了嘛，买点年货，买了点好东西。哦，这么大一包子，还拿还
盐这么严实包的，我看看来。不行，哎呀，我怕你看了会后悔。哦，你说啥东西还要看了我后悔？我看看吧，看看。真要看呀？哎呀，我看一眼我就。真要看呀？真的没事，来看一眼。Oh no！ 那啥，我现在后悔，花好啊。行，你都看都看了，再说了，欠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呀 ？Oh no！ 我们没有钱。没有啥呀，这都过年了，我刚才还看见手里扒着那么一沓呢。明年还。哎呀，今年的事儿今年解决，明年那哪行啊？明年。明年。赶紧的。哎呀。